邝瑞克是第一届亚洲星光大道的亚军，最近就加入了新的唱片公司，终于有自己的歌了。新一年还有什么新目标呢？新的目标都是想做好唱歌这部分，因为自己始终都是很喜欢唱歌嘛，咁啊好难得有一个咁好嘅机会可以真系签到签唱片公司啦，都系一直以嚟嘅梦想嚟嘅，吓，即系好多谢阿 Paco 俾呢次机会我去发展我嘅，去继续延续我嘅歌唱事业咯。他知道最近亚视遇上了大问题，身为亚视亲生仔他都觉得很心痛。首先听到这个消息是都挺心急的、其实都很多人，即我见以前的同事都走去还神走去拜神祈求，即公司祈求亚视即会得到一个，最重要是出了粮先，是的，希望亞視佢哋股即係股東股權嗰啲快啲搞掂啦，係咯，都唔想話即係見住自己嘅娘家咁樣樣，希望佢哋快啲好翻啦。佢亦都知道要飲水思源，所以呼籲一班星光朋友一齊救娘家。咁我喺度呼籲所有星光嘅朋友啦，咁如果見到我呢段 video， 就希望可以打俾我嘅，咁我就好想即係集合你哋所有嘅力量，去幫亞視做一場籌款嘅演唱會啦。